K-Romance 之所以啊会受到这么欢迎，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还有追求理想爱情的途径了。 K-Romance 当中的爱情故事通常都是非常浪漫非常之理想化的。한국로맨스를좋아하는이유우리가한국로맨스를왜좋아하지왜한국로맨스를좋아하죠한국로맨스가왜좋더라왜좋더라한국로맨스가좋은이유그건말이죠为什么 K-Romance 会让人欲罢不能呢？ K-Romance 其不同凡响的魅力不仅仅是凸显在淋漓尽致的浪漫爱情叙事当中，也体现在令人目眩的视觉美学还有深刻的感情投入之上。 K-Romance 通常是柔和了梦幻般的元素，情感上面的真挚对话以及与日常生活的文化还有传统的巧妙结合，进而创造出了一个让人沉浸其中的理想爱情世界。韩国剧集或者是称为 K-drama， 以其神秘的魅力是吸引着全球的观众们。浪漫、剧情、奇幻的名人融合，让 K-drama 是赢得了忠实的粉丝群，并且随着每一个季节的到来而有不断的壮大的情况当中。但为什么迷哥迷姐会对 K-drama 如此的着迷呢？누구나한번쯤꿈꿔왔던사랑이이루어지는건요예를들면아이돌과평범한내가사랑에빠지는그런거你是否也曾经幻想过在街上偶遇到了你的偶像，并且是瞬间的坠入爱河当中？无论是偶然的街头相遇，或是搬到偶像隔壁 ，K-Romance 都能够将您的最浪漫的梦想变为现实。就像在《Duna》我的女神室友斗娜当中，当林斗娜准备入住一间学校附近的合租公寓时，正巧就遇上了未来室友，而这名室友就是扮演奈米工程学系的大医生李元。俊的梁世宗，没想到两个人是日久生情，便展开了一场校园的浪漫姐弟恋。在我的女神室友斗娜释出的剧照当中，秀智还有梁世宗两个人在旋转木马之前看着彼此，并且是深深凝望的画面，根本就是浪漫至极呀！看来旋转木马俨然就成为了约会或是告白的标配景点喽。정통로맨스가좋더라고요각기다른두남녀가만나서뗄래뗄수없는사이다거기다가비주얼학까지좋으면더좋겠죠저는벗어날수없는불가항력적사랑이좋은것같습니다而 K-drama 也擅长将性格迥异的角色凑在一起，社会地位、性格，你说的都行。他们将最不可能的情侣全部都聚在了一起，让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加的不可抗拒。Destiny with you， 命中注定，将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炙手可热的律师张信友，以及一位生活孤独的初级公务员李宏祖配对。李宏祖可能是拥有打破他家族诅咒的关键，命运是能否弥合他们的社会地位差距呢？而曹宝儿饰演的公务员李宏祖透露了自己喜欢的浪漫节目类型就是传统的浪漫，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직장에서하는아슬아슬하고스릴있는사랑이재밌지않아보고싶어서그래본본부장님적이었다가사랑에빠지는그런부분이재밌는것같아심하게죄송해一个 K-drama 经典就是当敌人变成情人，就像是在高田喜剧《欢迎来到王之国 King the Land》当中，一个富有的酒店继承人还有一个以假笑为耻的勤奋员工之间萌芽了一段意外的恋情。前全球 K-pop 偶像李俊浩还有润娥在屏幕上面是散发着火花。俊浩是俏皮的说：“冒险的职场恋爱不是总是最好的吗？办公室的氛围能够让感情如此真实可靠，这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哦。”현실세계에서도가끔일어날수도있는그런판타지가되게좋은것같아요다시태어나도너만바라볼거야뭐이런거한쪽이불도저처럼직진하는그런로맨스가좋습니다뭐좋아해요전문님이야而你
你是否也曾经想过，爱情是否真的可以超越生死呢 ？K-Romance 是以时间跳跃或者是重生为主题的标题，也探索出了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你还会爱我吗？今生也请多指教。See you in my 19th life 改编自同名的网络漫画，描述了一段经历重生、坚定不移的爱情故事。潘智英是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记住自己的所有前世，而文瑞夏就是她命中注定的恋人。潘智英原本对于前世是毫无眷恋的，不过却在第18次的人生遇见了文瑞夏，又因为一次意外而失去她之后，在她的第19次人生展开寻找了瑞夏的旅程。而由柯佳嬿、许光汉、施柏宇所主演的《想见你》，自2019年开播之后就掀起了全球的追剧潮，许光汉更是一举收服了大韩美眉们。Netflix 也正式公布韩版的《想见你》，也就是《A Time Call You》，走进你的世界。年代背景设定在了1998年与2023年，剧情则是描述怀念一年之前去世男友的俊熙，宛如命运般的回到了1998年，竟然是遇到了与男友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时限。生活在不同时间的他们两个人穿梭在彼此的世界当中，由此发生穿越的罗曼史。而18岁的青春、青涩、灿烂、友情还有爱情，也将引发所有人的回忆还有共鸣。汝彬认为 K-Romance 可以提供很多希望，因为它表明了无论时间有多远，无论这个人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同，如果是命中注定，你们就会在一起。시공간을뛰어넘는운명적인사랑이야기어떤시간이든어떤모습이든운명이라면반드시만나게되는그런가언제가됐든널만나기전으로돌아갈거야뭔가웃긴데미스테리한로맨스뭔가신박하고특이한사랑이야기있잖아요미스터리스릴러인데판타지까지있는로맨스선생님 K-drama 已经演变成了喜剧、浪漫甚至是惊悚元素的混合体了。 Behind Your Touch 就讲述了一位有通灵能力的兽医还有一位侦探联手解剖了小镇的案件，最终揭开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环杀手之谜。而饰演有触摸屁股的搞笑超能力的韩志敏，他认为 K-romance 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方式来讲述爱情的故事。K-Romance 之所以啊会受到这么欢迎，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还有追求理想爱情的途径了。 K-Romance 当中的爱情故事通常都是非常浪漫、非常之理想化的，可以让观众是暂时忘记自己的烦恼，沉浸在一个美好的世界当中。除此之外， K-Romance 之间的爱情故事通常也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而收场的，可以让观众对爱情产生美好的憧憬。K-Romance 的受众群体非常之广泛，包括了青少年、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它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流行文化现象，并且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感情还有生活。그래서한국로맨스가왜좋냐고美国吸引的主要群体又包括了哪些呢？一就是亚裔的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其实是 K-Romance 的主要受众群体哦。根据 Netflix 的数据显示，在美国亚裔的美国人观看 K-Romance 的比例是白人观看 K-Romance 比例的3倍之多。二、年轻人 K-Romance 在美国的受众群体以年轻人为主。根据 Nelson 的数据显示，在美国18至34岁的观众是 K-Romance 的主要观众群体。而除此之外， K-Romance 也开始吸引了其他族群还有年龄段的观众。例如根据 Nelson 的数据显示，在美国65岁以上的观众在过去一年当中观看 K-Romance 的比例增加了25%。那么为什么亚裔的美国人对于 K-Romance 是如此的情有独钟呢？亚裔美国人对 K-Romance 情有独钟的原因有很多了，其中呢就包括了 K-Romance 通常啊是以亚裔美国人所熟悉的文化背景为背景，这也让他们感到非常之亲切。就这么说好了， K-Romance 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家庭还有朋友的关系，与亚裔美国人家庭的传统价值观是相似的。除此之外呢， K-Romance 经常呢也会出现亚裔的面孔，这也让亚裔的美国人感到被看到而且是被理解的。
再来就是 K romance 当中的演员通常都很漂亮，这对亚裔美国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除此之外 ，K drama 的拍摄风格通常也是非常唯美的，这也让亚裔美国人非常之欣赏。K romance 当中的时尚还有美容趋势也受到了亚裔美国人的追捧。 K romance 当然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美国浪漫喜剧的新体验。就这么说好了 ，K romance 当中啊，经常会出现相反相吸的恋爱关系，在美国的浪漫喜剧中其实并不常见。除此之外呢 ，K romance 当中也经常出现所谓的奇幻元素，这也让亚裔美国人感到非常之新鲜。 K romance 的负面影响主要就包括了以下几点喽：一就是对于现实的误导。K romance 当中的爱情故事啊，通常是非常理想化的，这也让他们对现实中的爱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例如 ，K romance 当中的爱情故事经常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收场的，这可能会让观众认为只要是努力就可以找到真爱。 对自我价值的影响，在 K romance 当中的演员通常都是很漂亮的，这可能会让一些观众对于自己的外表产生自卑感。除此之外 ，K romance 当中的爱情故事经常是以男主角爱上女主角的模式展开的，这可能会让一些观众认为只有外表漂亮的人才会被爱。 K romance 当中的爱情故事经常是以男女主角克服了重重阻碍，在一起的模式展开，这可能会让一些观众认为爱情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够获得的。这种观念可能会让一些人对于人际关系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并且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儿骑单车？ 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亲爱的 romance 爱话者们，怀着满满的热情，玲玲为你带来的这个精彩纷呈的 K romance 探险之旅，你是否曾经在寒冷的冬夜、温暖的毯子之下，被浓浓的韩剧情感深深的打动呢？那么这里就是你的天堂喽！不要错过的探讨，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探险，而是一个深入探讨，还有分析 K romance 的背后文化、社会，甚至是感情交织的平台哦。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场精彩的 K romance 的舌枪唇战吧！我保证你就会是一场永生难忘的体验，而这一切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给你。按下喜欢，如果你也被 K romance 深深的打动过，留下你的评论，分享你最爱的 K romance， 还有它给你带来的感动，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也加入这场 K romance 的奇幻之旅。